田心老师，今天盘大跌200点，我们还是有涨停板的股票哎，大家想了解吗？当然喽，看节目喽。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为你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好，平花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严熙老师哦。今天来到了小周末，很多人看到今天的盘老师200点的顶改，节目听到完你就知道了，光明灯就在这里。很多的好朋友问说，老师近期的黑天鹅真的非常的多，包括喽美对中扩大晶片的禁令，甚至有很多又打来打去，这种影响你的心情甜心都知道，但是 follow 甜心，靠近甜心，您的获利就会跟别人不一样。近期老师给大家的标股是一档接一档，强棒一棒接着一棒来呀、啊！来，首先是续品哦，标股涨不停，长辈股一样涨不停。紧接着，定影投控五探掉包哈，将近120个百分点，照例五探掉包。来，这些的标股是一档接一档，相信大家都赚到了哈。来，现金满满，获利满满。老师今天的盘拉回了200点，来哦。刚才平话是不是说现金满满？哎，对，现金满满，满满现金，获利满满。对，那你听到拉回200点，我问各位，你是应该要兴奋呢，还是要害怕？当然是兴奋期待呀，对不对？开心哈！收盘现金满满，获利满满呢，恭喜啦哈！您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所以我说我的节目你认真听，优质。来，我们一档一档来看哈，你可以看到昨天的盘面一样震荡，是，但是妍希是不是除了带你赢在起跑点以外呢？昨天的照例叮咚亮灯涨停板，昨天的宇环也是叮咚亮灯涨停板，今天就像来平话刚才讲的，回落超过200点，结果妍希你的一言九鼎，前鼎再度叮咚亮灯涨停板。来，当这个时候出现，有没有觉得我只有想赚多少的问题呀、那前提是什么？赢在起跑点。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后，这个赢在起跑点听起来很简单嘛，但是这个关键字你放到今天的大盘，是的，你就会担心了，你就会觉得好像很难。对，我们先来看这个盘好了。来，你看到今天的盘是回落比较深，而且季线是破掉，然后如果再去看 OTC 也是回的比较深。我知道你会害怕，但是我跟各位讲过，我说后盘面上其实后往往都是不可控的因素。那中美禁令它现在只是在加大，换句话说，它是不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在炒中美贸易？没错，老蔡一直不断的重新炒，这是重点哦。它只是现在告诉你哦，来，之前我禁你的，我禁 NVIDIA 的 A100H100 啊，但是后来 NVIDIA 马上后变通，帮你做出A800H800， 结果现在美国后又发现了，不行，我还要进你的 A800H800， 等于它比较弱的晶片，它又进了。那我说过啦，能力是被逼出来的，山不转路转，人不转。来，我们现在就等 NVIDIA 怎么接招嘛？对呀，这样你有这个概念了吗？有。那原则上，中美贸易就是常常争来争去，针锋相对已经超过3年，不是只有1年。对，从刚开始的半导体在争，是的，网通也在争，航太军工也在争，然后现在，哎呦，怎么看到晶片又在争回来？对呀，改了，不行哦，一样进。汽车也是啊，汽车零组件也是争啊，所以这个早就变成常态了。是。那换句话说，它一样就是反复的利空来淬炼。是。反复利空淬炼，那你没有不确定的因素，就只是老菜一直重复新潮。好啦，那来，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盘回落，我其实是很开心的。当然啦，你知道为什么吗？各位，你刚才就看哈，这一波定影已经超过120个百分点，是的，对不对？然后智邦啊也冲出去，宇环啊、朝晖啊、友晖啊，就看到2465的立台，是不是这一波也是40个百分点？乌啦！那好，很多人会因为大盘这样的震荡而影响到你下手的那个情绪。没错，什么叫下手的情绪？当
盘是在震荡的时候，很多好的买点、好的切入点，我不敢说我买最低，但是我们尽量等嘛，对不 对？那好的切入点是不是往往都是在盘市震荡？我们举例一个好了啦，来，最近我是不是说记忆体是最近大盘没有什么涨嘛？对，没错，有没有看到记忆体？有，妍希不只带你赢在起跑点，是记忆体还创新高嘛？对呀，那可能现在盘市的震荡，记忆体也连绝震荡了，但是你有没有一个重点？我是不是跟你说九十九出头九位九的字数？我说是不是买在九上下？对，那现在破了，破百了，破百了，对，百元俱乐部。那我问大家，我是不是至少地板先帮你顾好来？对，有，地板顾好来，我认为很重要、是啊，当然啦，我攻守有据，没错，我能攻的时候我全力攻，我不能攻的时候我可以小停力。是的，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就像哦，好。然后呢你会说，哎，对哦，妍希，今天盘是这样震荡，这样看微钢，即便是我最近涨最少的股票，没错，我是不是一样有只有一个问题，想赚多少的问题？对呀，想赚多少的问题。我拿微钢来讲哦，各位，我不是拿说那个涨120个百分点的来讲哦，或者是拿这个续品来讲，记忆体的、来那个字卡你看清楚，我认为吼，你要今天要赢在起跑点吼，我不知道说我今天这样讲个十分钟你了不了解啦，你能不能吸收多少，对，还我尽量讲。好，就像吼记忆体复苏，我不是现在才告诉大家的，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董事长在讲话的时候 你要注意，而且记忆体很看报价、很看合约价，还有一个重点，记不记得前面的爱普已经涨两次了？是的，我说333的概念，你可以一次赚30%，再一次赚30%嘛，对，是不是有这个概念？有。那记忆体，哎呦，既然吼它的报价、合约约价都要上涨，是啊，那你再去思考记忆体吼，最少两年最少两年没有涨了哦，这么久了。然后呢，再来哦，现在很多的法人报告都说消费性电子要回温嘛，要复苏。消费性电子回温 ，IC 设计是最大宗嘛，是。那记忆体是不是也要跟上？当然要啊。其实同样这个概念嘛。好，那既然是复苏，记忆体既然走在这个复苏的道路上，那我们只要相对低档卡位来，在这附近相对低档卡位，即便今天的大盘是回落 的，可是至少它已经站出去了，回落就会有限嘛，这样你有这个概念吗？有，赢在起跑点，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很简单啊，但是你怎么样从那个产业切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是，可能或许今天讲的还没有那么清楚，我是觉得那个下礼拜的课程啊，要仔细听咯，我花多一点时间来告诉你好了。好好好，再来，你看到今天对台股回落是，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前顶涨停？乌啦，妍希老师，前顶你不是现在才给的？是啊，我六月就给你了。没错，这张字卡看起来跟旗开得 胜，记不记得？有，我当时说吼，这个 CPO 宽频基建要很注意。是的，得胜当时我们就已经超过快要80个百分点，78个百分点，快要80个百分点。我一直说旗开得胜，旗开得胜。那你有没有看到它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有这个概念要有齁，然后呢再看到齁，我六月给你的对不对，去看一下大盘，大盘是不是在六月中我就告诉你要震荡？有的。妍希老师，那你还给我股票，你到底用什么角度去找的？老师的股票帮你避风险又赚财富，你就拿开来啊，我就说你拿旗开得胜嘛，对啊，这段时间这样子是不是8048旗开得胜 是那个网通概念，有，是不是前面这一段？没错。好，然后再来4908今天还涨停的，是不是涨完一波，又再一波，哎呦，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的走势了。妍希，真的如你讲的，你找的股票吼，就是涨得快跟涨得慢，而且呢很容易走出波波高，波波高的走势啦。为什么？到底 你要怎么想，是怎么选股的？所以我今天我不是要告诉你吼，这段时间来你定在这个位置，这段时间哦，我们就从大盘好，记不记得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回落1200点？有。好，1200点的时候，当时我在这个高点，我告诉你台股接下来要震荡。有。然后呢，在这一段1200点，我帮你避开，我还带你练功夫，讲了快一个多月的产业。没错，讲了快一个多月的产业哦。再来呢，当时回落的时候已经
全市场都害怕了，会不会去破前低？对呀，16202，我是不是告诉你没关系？你去找基期相对低 的，我说你可以避开那个五虎将哈。嘿，土洋对坐吼，卖行先卖懵啊！你看现在的禁令出来，又是土洋，又波及到 AI 五虎将。我今天先来拖出来讲一个 AI， 我告诉各位。只是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它的趋势向上是没有变的。了解，这样重点听得出来。有，很肯定的答案。它只是短期受到逆风影响，可是它未来的趋势向上是不变的。所以我近期这段时间为什么一直告诉你，你先避开土洋对坐。对，没错。即便趋势向上，可是我也不想看到土洋对坐。我们就先来跨背修台一下，跨背修台来跟着妍希练功夫好不好？当然好啊，练功夫我找低基期低的就在这里，我给你谁3715，是不是电影投控乌啦，妍希老师电影投控后跌破我的眼镜既然在盘势这么震荡的时候，对，这么弱势的时候，它一举飙出120个百分点，乌啦，超强的。来，有人说我是运气，有人说我是运气啊，准一次就算了，准两次，准三次，老师常常准呢，这应该就不是运气了吧，老师？我是运气，但是要做建立在行动上面啊，你有没有动作？很多人对啊，这段时间我听演戏练功夫就好了，不要动作，我不要动作，结果你错过谁？来，有没有看到电影错过了？对呢，那个立台40%也错过，对不对？是的，4933集团概念跟你说多久？这一波60%也错过，嘿那3548昨天涨停，这一波，不就是这个前面前七拉七，后面的66大顺啊，照例啊，飙出了快要90%。你说我运气嘛？一档就算了嘛，对不对？对呀。但是为什么看到今天来4908还在涨停？是啊。所以我说吼，来，我今天这个课程吼，我要郑重帮我自己讲一下话。一定要，这个课程下礼拜要开的，对，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个课程这个价位，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我认为时间点很重要。就像我刚才讲了，我说现在看到大跌，我是开心的。为什么？连大盘都在帮各位。没错，重复一次，连大盘都在帮各位。假设吼，你这段时间你赚到了定影，对，好，赚到了兆利啊、前顶啊、宇环啊这些微钢，你当然很开心，对不对？对。可是如果假设你没赚到，可是又很想把握，对呀，大选前的行情，没错，年底的行情是，还有红包的行情，有，那是不是要趁这一波台股回落的时候去找未来的明珠？当然要，所以啦，我才说连大盘都在帮你，尤其是来。你这个影音先修班记得齁，妍希第四季的口袋名单是不会藏私的，直接大方给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老师能帮就尽量帮助大家在对的时间点做出对的动作，给您正向的一个思考，你会发现老师是满满的正能量。对啊，很多人看到老师跌了200点，来，你现在是要开心，你现在是要雀跃，因为盘拉回又是机会来临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来，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我们的影音先修班还没来电，赶快来做报名，赶快来电话来做拨通，把握后，重点是这一次是4位数的课程，真的是让我跌破眼镜，4位数的课程真的是佛心价，我们福气留一个缺口，一定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赚更多，对不对？4位数佛心价，喜欢甜心操作的好朋友们，想要把握接下来的好朋友们，来。地板上的夜明珠在哪里？来电话拨通，你就是老师的掌上明珠啦，就这么简单。关键时刻电话来做拨通，来做报名喽。先休息会儿，等会再回来。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今天盘拉回了200点，来，盘是近期的震荡，我们都知道。但是甜心的标股就是一档接一档，昨天兆利、宇环涨停板。今天轮到了谁？轮到了前顶涨停板。有没有发现到老师的标股就是左手转完右手转，就是转过来又转过去，重点是标股要先拿到手啊，对不对？好，获利自然有。那么再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醒大家，这一次我们的选前法人做账的红包行情一定要赚，影音先修班先来做报名，里面还会给大家价值千金万金的第四季口袋名单。刚老师提到的这次的影音课程是少少的4位数价格了，是价格是4位数哦，价格是佛心价，
物超所值。我刚理解到，其实价值才是千金万金。价值，对，我今天哦，我希望用这个课程，让你可以初步的，了解是个股的价值，哎，在哪里？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举例好了啦，来3715，当时我给各位的时候，电影投控当时给各位四字头，对不对？对。如果你眼中永远只有价格，你就会觉得哎呦老师这好高哦，我好害怕哦，但是你知不知道它背后隐含的价值、对不对？同样现在台股回落了，有很多的公司因为这样子明明很好，然后受到这种错杀，受到这种误杀。我举例来好了，然后假设现在股价没有太大的表现，我说举例哦，但是呢好像 Type C 今年的苹果是不是 Type C 大卖，对不对？对呀，因为全部的统一接头都要换 Type C。那你知不知道 USB 4它除了手机可以充电，它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充电？我记得笔电好像也可以用 Type C 来充电，它还可以跨车用。我问各位，那你看到它背后的价值了没有？就是你不是单单只看到这家公司现有的产品，是，而是我的眼光一直以来是扩大的范围的。就像以前为什么我爱普，我在50块我觉得便宜的要死，是。对不对？对呀，然后冲到565以后，我是不是一两年都不做？没错，因为我觉得它贵啊。那现在呢？啊，我这一段是不是都还没在讲？没错，我是不是爱普？我前面赚一次破百价差一次30个百分点啊，这段我有在讲吗？没有，你有听我在讲吗？没有咯。我要你看到它的价值吗？有时候就是你不是以为吼那个股价高，哦，它就是高点了。对，它就是我的高，跟你的高往往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说哦，我有时候股价我认为是相对低档区，即便它现在的形态是创新高，但是我认为相对低档区。哎，就是因为我这样的观念跟大多数的人不一样，所以呢，我才可以造就来今年到目前为止，我累积21只长辈股啦。是的，就用我眼光挑出来的啊。就用我眼光挑出来的啊，光看联阳就是88块到现在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要让你靠近我一点，是要有我这样的眼光。是，那我怎么样有这样的眼光？你想不想了解？当然想了解啊。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为下个礼拜的课程准备啊，我一直在想尽办法，尤其是 LINE 后台，我一直在看，我要先统整一下大家想听什么嘛，口袋名单是一定要有的嘛，一定要有的，对不对？看很久了，不然就是千线万线电话线的名单也要有，对不对？我也准备了，是，但是最重要，我希望大家要跟我一样是看懂，因为这个课程之后，你可以去设身处地去看这家公司，你想投资的公司的价值，而不是价格。没错，有时候转个念，对，当你真的可以看出未来的价值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很容易做到长辈股，这是我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是，对啊，所以吼下个礼拜的课程吼，还没报名的吼，倒数计时咯。好好，那另外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我们的碎碎念好像在下礼拜，对不对？哦，因为吼来又要开新课程，一定要开新课程，然后呢又有一些节目的邀访，还有一些产业的节目要录制，真的是忙到我可能不可开交了，时间有点不够了，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我的碎碎念盘后的碎碎念，我会先暂时停播。了解。那其实主要后我讲白话文我认为这个过年前的红包一定要赚，我要关起门来教会员，我们边学边赚，赶快抢，边学边赚，边赚边学。哎，这个钱是有16只脚哦，人只有2只脚，你不仅要用，你要用跑的哦。所以这样的朋友，你要用钱来去追你，而不是你去追钱。在最关键时刻，老师真的是第一个跳出来，希望大家能够跟着田心老师一起来练功夫，一起来学功夫，学到是你的，赚到是你的，不仅给你鱼吃，还教你如何钓鱼，集结了。可以说是20-30年嘛，集结了相当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来来来，永远的28岁的田心老师，谢谢。集结多年的哈，真的是累积非常多的很深的功夫，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能够希望大家来听课哦，来上课，学到赚到，真的都是你的功德无量啦！影音先修班来电做把握喽。节目中呢，再次感谢田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田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赚不。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咯，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拜。
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